个是福袋，一个是我们买的周边。那我们先从福袋开始吗？好。其实它福袋内容是固定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他是说原价好像要1000，不知道多少钱，但是他特价680，对，就是说他这里面的商品，如果你分开买的话是比较贵的，但是他你就是包在福袋的话，它就会比较特价，大概4折而已。一个大大的靠枕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这个都是官方认证的吧？然后它是可以变成方形抱枕，就是方形抱枕可以变豆子，对，你给他变变看，哎呦。然后它就变摊久，就是两种的变化。哦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然后又扣起来。其实它这里面是那种宝丽龙颗粒，细细的宝丽龙颗粒，所以你拉的时候要小心，如果拉破的话就 Oh my God 了。两用的靠枕，然后这一面是豆子，对，这一面是豆子。哦，它这下面还有一个，这个就是我们出去旅行啊，这个可以扣在行李箱上面。这好像太大了。哦，是吗？第二个是这个，哦，玉手钥匙圈，这个是木棉花出品的，然后这边有个镊，哦，它是木质的一个钥匙圈玉手。它好像是硅藻土杯垫，就是它会吸水，你的那个杯子如果喝冰的是会流汗，对对对，会有水蒸气嘛，然后它这个是可以吸水，就像是那种硅藻土，有一种是那个踩脚垫，然后它是这个齿，这个是硅藻土是齿，然后有镊，有杯垫当然会有杯子，里面豆子，里面盆子，一边是写 Let's go。一边是写炭治喽，炭治喽，然后底下是告诉你可以木棉花，可以冷热，然后是台湾制的，然后可以转换。这个就是福袋的商品，是四样商品，一共有4样商品。那我们来看我们周边，我们周边很多。好，我们买了这个。这个两个是徽章，这两个是吊饰。徽章跟吊饰的盲抽包，一个120，一个250。我们打开 看。第一个是谁呢？哦，香奈虎。哦，这是 Q 版的。最终选拔的时候的服装。然后豆子啊，豆子，豆子。哦，豆子。哇，哎，你想要什么就得什么，哎，超强的。这个好像有很多种。他是教玲珑师傅，得到了一个师傅啊。他这会有个这个，然后吊饰是这样夹在里面，这样，所以你摸不出来。摸不出来，我不能够用摸的来抽哦。那下一个呢？看。哦，五彩，得到了一个五彩。接下来要先开大的还是开小的呢？可以开从小的开始啊。好，那就从这两个东东开始。噔噔，就是钥匙圈。嗯，我们买了富冈勇跟炭治郎。它还有蝴蝶人跟善意的。对，一共4种类嘛。对，再来看看。哦，贴着。哇，很有质感哦。它是做比较铁黑色的，然后这边有个炭治郎的吊饰。哦，这个是富冈勇的。接下来是，好，戴戴看，好可怕，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？只是单看它就觉得还蛮好看的，但戴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点奇怪。然后它这个布是亮面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。哦，书签。你以为它只有两个吗 ？No， 4个。4个耶。这个120块。划算吗？这个样子，你看后面，哦，好亮哦，见到你耶！对啊，超级亮的耶。对，其实它是塑胶的，然后后面是，它正面摸起来像垫板，我觉得有点像是纸哎，但是它又感觉像是塑胶的。然后这个是善意，这个是猪猪，这个是猪猪，4张一组，120块钱。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，这个。滑鼠垫之后，妞妞也会有自己的电脑，所以就这就是你的滑鼠垫啦。
叫电竞滑鼠垫，怎么会这个味道？塑胶味。章鱼烧的味道。章鱼烧味道。不是有猫咪的味道。哇，超级多的，这个是资料夹，一个80块。豆子，正面是大的豆子，然后反面是小的豆子。小的豆子，看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资料夹。它这好像是一个信封哦，这边可以装东西，然后这边可以夹东西，而且你看它下面这个背景跟前面是分开的哦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些也都是一样，也都是一样的方式嘛。炭治郎，这个是炭治郎的。猪猪的，猪猪的，这都是资料夹加信封的方式，这是善意。它有三种的，这个，这个是，哎，这是不一样的，这是水之呼吸的，这个是水之呼吸。它这个版本只有一个，就是它的。哦，然后我们看哦，它这边是有一层、两层。三层、四层，它是有四层的，然后厚度非常的厚。再来这个，哦，豆子，哦哦，正反面是，一个是生气的，一个是他以前没变鬼之前，一个是变鬼之后。欸、这个是姜兔跟珍菇，姜兔跟珍菇，然后哦，然后这后面这是义勇的，哦，这是姜兔的花纹，不是义勇，对，姜兔的花纹。再就是最后一种最正常的那种资料夹。它就是这样的哦，这样一层一层而已哦。啊，你看这下面有九柱，只有八个柱，这个50块而已，这个50元，哦，这个才50块，然后后面是这样子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买了超级可爱的衣服，要给大家看一下。先看秋大猫，走，你看，哇，秋大猫，噔噔噔噔，哦，超可爱。来，那我们把它穿起来喽。好了，看秋大猫。看一下特写啊，亲，好可爱哦！而且它刺绣的，它是整只的，不是一半的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整只的，拿下，整只的吗？哇，整只的耶！哎，好可爱哦，整只躲在口袋里耶，好可爱。然后它背面有，哦，我们看一下后面有，哦，真的耶。我看一下下线，下线，哦，九柱哦。后面有写一个灭，小小的灭，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件，就是写一个大大的灭，然后前面写鬼杀队。对，但是我们没有买。哇，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有些哪些柱呢？全部柱，九柱都有。炼柱、岩柱、水柱、虫柱、阴柱、蛇柱、风柱、岩柱、小柱。哇，然后背后有一个灭，对不对？看一下。灭。接下来。哦，这是直接看桌垫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之后你也要有你的书桌了，然后就是想要一个桌垫。这张，哇，漂亮哦！这个材质其实也是滑鼠垫，这个比较容易哦，其实不太一样哎，所以到时候你就用看看哪一个滑鼠垫比较好用。还有吗？还有下一个，哦，这个是这个是。哎呀，送一个海贼王的包，可是也看起来还不错哦，很大，质感也还不错哦。它有两层，有两层，哦，那不错呢。海贼王 One Piece 大家都知道的，然后这边一层，这边一层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暗袋，一共有三层这样子。而且它这个前面是做比较厚一点，就是里面有一点泡棉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就是全部了。对，我买很多吧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。对，这是我们今天买的，包括福袋里面的东西。感想就是人超多。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都很喜欢啊，不然为什么要买？如果喜欢《鬼灭之刃》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哦，也要记得分享给你喜欢《鬼灭之刃》的朋友哦。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说你们最喜欢哪件商品哦。对，这个好像到7月26号的样子，还是25。然后大家就是喜欢鬼面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一看，那边里面还有九柱啊什么，就是有些场景还有劈石头什么的，大家可以去玩玩看。对，对，觉得还不错啦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哦。记得订阅哦，订阅，拜拜。这个都是官方认证的吧？然后它是可以变成方形抱枕。
就是方形抱枕可以变豆子。对，你要变变看两种的变化。哦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然后又扣起来，然后豆子，豆子，豆子，哦，豆子，哦，书签。你以为它只有两个吗 ？No No No。